夜宵时间到。真交代债了。前辈，戴宝他的伤口如何？伤势很重。前辈，为父看到你伤这么重，准很快就要洗清了。走，此事非凡。刘亦菲也太漂亮了。我怎么能看上他呢？那完全是一个误会，高兴啊！他爹有病。这附近啊，就这一家客栈，尹章把你抬进来的，也就剩这间房了，就是贵了，贵什么贵啊？